是我们在东京地铁站买的这个 New York Perfect Cheese， 算是一家网红店，那边排队的人特别多。这 New York Perfect Cheese 打开里面是这个样子，先尝一口，情况可以。这是我们今晚待的酒店。我们现在去吃饭的地方，路上特别的漆黑。今天是来京都的第二天，我们现在准备去一个猴子公园，看一下这边属于京都的郊区，岚山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看猴子的山上。我们现在再去往猴子公园的山上，这个山有点陡啊，爬上来是挺不容易的。猴子公园 Monkey Park。 ただいまより前の広場にてお猿さんの餌まきを行います。どうぞご覧ください。なお餌まきの際、前の広場にお猿さんが集まってまいりますので、広場中央は開けていただきます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还有这边的景色，可以俯瞰整个京都。下面还可以看到很多小猴子。When you look the feeling show, please don't touch down and don't fear monkey. 现在他们要进行一个一次猴子的表演。然后在京都买了一个这个抹茶的 dango。日本一样东西最多，看到现在就是自动贩卖机，几乎哪里都有。你看他们贩卖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饮料，哦，那么多好喝的饮料，每一款都想喝一下。我们继续向前找我们吃饭的地方，希望能找到一家当地比较好吃的地方。就是这边的选择，日本的选择都比较多，在日本而且踩雷也比较少。看一下这里，他们外面就直接泡脚的地方啊。
们现在来到了京都的天龙寺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去那个 Bamboo Forest 啊，竹子林。他们说早上6点、6点半是最好的时间，但是我们有小孩，起不了那么早。希望那边人不要太多，因为如果人多的话，那边基本上就没什么好拍照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京都的 Bamboo Forest 啊，看一下。这边好像不是看竹子，而是看人。今天的人非常多。我们现在在日本京都的渡月桥上，看一下这边的风景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前面找个地方吃晚饭，吃完饭我们就回酒店，然后继续明天继续我们京都的行程。拜拜。